两位真美与卡哇伊的柴犬合体吸引了众人的目光。这是蔡诗英竞选小物开箱记者会现场。蔡诗英的分身爱犬 Tony 穿着净种 T 恤，与 ING Girl 张庭威一起开箱竞选小物，包括镶有基隆爱 ING 的马克杯、杯垫、T 恤，还有询问度非常高的大尺码帆布提袋。因为 Tony 的手脚脚比较短，我不好意思让他帮我背，所以我们就请了我们的 ING Girl 庭威，我们请他来跟我们大家秀一下我们这次的呢这个帆布袋有两款。其实呢，大家都对这个袋子非常的好奇，非常的有兴趣，因为我们其实最近在跑行程的时候啊，都会在里面装了非常多的东西，跟这个面纸啊、口罩啊，跟大家分享。那也真的很多人都来询问我们要如何可以获得。民众只要线上捐款，就可以选择索取马克杯、杯垫或帆布袋。因为不一定说一定要来到我们的竞选总部，其实我们也在线上做了一个网站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们会把 QR code 给大家，那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到这个 ING 上面网站上面来进行这个捐款，然后也来做分享。那上面呢其实也把我们所有的商品全部都秀在上面了。这一次竞选小物还有竞种限定，含有基隆山海意象的手机架，共有三种颜色，搭配帆布袋，等于是整个基隆爱安居的行动套装，数量有限。竞种方面邀请大家购买竞选小物，支持蔡诗英，一起来接棒基隆，延续光荣。记者张启腾基隆报道。